四十年从艺生涯，他经历了怎样的奋斗岁月？一个星期，没敢张嘴。你的歌唱水平就应该是走后门来的。十一载民歌情缘，是什么让他坚守那份信念？要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民歌的记忆。节目现场，阎维文畅谈家庭趣事，分享他的家庭经营之道。我是夫妻之间其实没有离可讲，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亲情。更多独家内容，精彩继续。来，请坐，我们俩接着聊啊。您看嘛，就刚才这段谈话呀，我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啊，就是你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从小当兵有关系。这一路走来，部队给你的最多的是什么？可以说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部队给我的，真的。做人做事，对，不夸张的讲。在部队呢，其实你也尝试过很多的这个专业哈，跳过舞，当然最早还是在最基层的野战部队，对，后来呢到宣传队跳过舞，还干过乐器，这个打过快板，据说还说过相声，啊，什么都干过。业余宣传队都得干啊，对，那时候讲究叫一专多能，一专多能，对对对，是吧？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在你脑海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色彩啊？非常快乐，快乐，非常快乐。嗯。非常累。嗯。但是非常快乐，就是，但主要的还是在部队那一段时间，我其实我的经历很有意思。嗯。我是从专业走向业余。最后又从业余走上专业。其实我70年到省歌舞团的时候，我已经是山西省歌舞团的专业的舞蹈学员，那么我是专业演员了。就15岁以前？对。哦，就是13岁嘛，我是13岁参加工作。13岁就已经是山西省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舞蹈学员。学员。对啊。然后71年毕业以后，年底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我们省军区宣传队在扩编嘛。我是从专业又干到业余，对，就是为了穿军装。那你从一个业余的演出队啊，一下子到了总政歌舞团，好像这个跨度特别大。那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有这么大的跨越？应该说时机非常好。当时七九年的时候，总政歌舞团面向全国，招收合唱队员。合唱队员在全军的部队和各大院校社会上分三大批来招，我是当时是属于在部队里头要挑的一部分人之一，这么挑上来的。就是我们当时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员啊，就要组建这个合唱队。合唱队已经有人了啊，就是要扩大合唱队，所以当时我们那一批应该是全国应该招了有将近40个人。所以在那么大的一个集训队当中能够留下，你觉得啊，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你优势在哪里？应该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以勤补拙。以勤补拙。对。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你的是，我跟很多总政的朋友，总政歌舞团的朋友聊天，他们特别统一的说法是，阎维文大哥只要团里说有下部队的任务，他绝对没有二话，是这样吗？这个没问题。是，这是一个你觉得是军人的本分。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去说的这个事儿，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就是应该干这个事，就是应该干，真的是应该干的事。其实这是一个底线。对啊，这是底线，应该这么去做。对，没错。对，而且下到部队之后呢，总会给我们内心带来很多的震撼，让我们有很多收获。我听他们讲哈、你曾经收到过一个雷达兵写给你的信，90年代的事儿，90年代初应该是、初，对啊，想家的时候这首歌呢，好像也是刚出来时间不长，他有一次演唱，突然呢有一天就收到了一个基层雷达战士写给他的信，那个信上就说他们那儿的不通电视，
他们只能通过在电话里头来听电视上正在播放的那首阎维文演唱的《想家的时候》这首歌，因为战士很多，不可能一个人拿着把这首歌听完，所以一人听两句，一人听两句，而且大家都推让着，就不忍心多听一句，因为你多听一句就意味着其他人要少听一句。后来阎维文呢就收到这封信之后，他自己拿出钱来做了8000张碟，通过解放军的文化工作站一级一级地发送下去，送到了最基层的那些战士手里。这就是阎维文。其实艰苦的边防我们都去过，尤其是我在兰州军区，那更是全军最艰苦的哨所就在我们那儿，我也不止一次去。但是呢，我觉得你做这样一件事还是让我觉得一方面挺感动，另外一方面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就其实我是想通过这一盘这个战士喜欢的歌啊，感谢部队官兵啊，那么多年来对我在歌唱事业上的支持，所以我用这种形式呢啊回报给官兵，回报给战士，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个想法。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卡带很方便，我觉得他们听起来就起码不会是在电话里听那样的什么啊，因为那个雷达兵只是他一个，其实我觉得很多边防的地方那个时候条件确实很差啊，就是你接到信的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雷达兵。 对所以通过这个信你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是无论你记不记得，我觉得这个事儿都挺让我们敬佩的啊。甚至于有时候可能我们都想到了要去做，但是呢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没有能做成，是吧？但你做成了，所以就值得我们真的佩服啊。而且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呢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完成阎维文的民歌系列的这样一个研究开发演唱这么一项工作。这个情缘初衷是在什么地方？那是应该是在2003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在录音嘛，在录别的东西啊，突然录了两首歌啊，一个是在那银色的月光下，还有一首什么歌我记不得了，当时录的效果特别好，就那个时候突然就萌发了，说哟，我要把中国民歌全部录一遍啊。当然我说这个全部不是把所有的民歌，是石河男高音演唱的中国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民歌。你的第一张专辑叫《西域民歌》，西域情歌，西域情歌，西域情歌啊，对，是青海和新疆，第二张是黄土情歌，是我的家乡山西和陕西，山西和陕西，啊，第三张是红土情歌，云南贵州，第四盘是黑土情歌，黑龙江吉林辽宁啊，第五盘是湘鄂情歌，湖南湖北。第六张是豫皖情歌，就是河南和安徽啊，这也完了。现在正在录制的是记录河北和山东啊，正在准备的是蒙藏，是西藏和内蒙。那江苏和浙江的还没呢，还是要这么系列的录，都要录下去，就是要把中国的所有的省份全部都录完。你这事你打算用多长时间去完成它？我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到今年已经第11个年头了，第11个年头了，就是我觉得原来想慢点，想一年就是一盘，我觉得现在想抓紧。我跟我的这个音乐总监也都讲了，我说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节奏提快一些啊，因为就是毕竟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这是事实，而且现在状态嘛还很好，那么就抓紧自己状态更好的时候，我觉得尽快的把这个啊，实际上我现在把所有的工作，过去这个是一个
放在一个很就是有闲的时候做的一件。那么现在我是把它作为我的主要工作，除了下部队的任务以外，我认为这是我演员们近期内一大段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我想在把那个时间尽可能的压短缩短。我听说今天你的音乐总监也来了。对，是吧？对，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我们要保持民歌原汁原味。咱两个在学校，他就少了味儿了。我们民歌这样唱下去，怎么能走向世界？他是把别人休闲娱乐的时间都用来做准备，来录制民歌。咱两个抱定了共同志愿，要决心做一个优质青年。四十年从艺生涯，他经历了怎样的奋斗岁月？一个星期没敢张嘴。你的歌唱水平就应该是走后门来的。十一载民歌情缘，是什么让他坚守那份信念？要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民歌的记忆。节目现场，阎维文畅谈家庭趣事，分享他的家庭经营之道。我是夫妻之间其实没有离可讲，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亲情。更多独家内容，精彩继续。我听说今天你的音乐总监也来了。对，是吧？对，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你好，欢迎你，欢迎你，也是老熟人了，请坐啊，坐，白岩兄坐。作为音乐总监，你觉得做这样一件事儿，它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它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中国民歌的传承。嗯，因为千百年来啊，中国民歌它是凝聚了我们百姓的情感和智慧，其实是中国民歌是这么一个结晶。对，嗯，哎。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严老师是唱着民歌一路走来的，所以他对中国民歌特别有感情。中国民歌的传承呢，说起来是一个大话题，但实际上做起来也是从一步一步的，从点滴开始做。我们就做一点具体的事儿，就具体的。而且呢，你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民歌呢是要民歌新唱，有这个说法吗？说实话啊，嗯，我们从开始第一盘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后记里，当时我们写的是我们要保持民歌原汁原味，嗯，就不变它的风格，啊，不变它的，不能去破坏它的原有的东西，民歌风格啊。但是在后来我们在录，比如说在录到第二盘的时候，那我们就比如说碰到这个生僻字，啊，我在很多时候讲过这个，就是说，山西民歌《青疙瘩下河》非常典型的一首歌。啊，双戈丁跪在石头上，大家都不知道戈丁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们就研究是这样，咱们必须，因为你这个歌不是唱给单单唱给山西人听的，你是唱给全国的，乃至以后有可能我们传播到世界上去。嗯，那么就你要说太生僻的字，可能对你的传播就会有影响。哎，那么我们就改，就是双腿腿跪在石头上，大家都明白了。啊，哎，但是再往后呢，后来又遇到一些东西说。有些地方的方言呢，你是必须用，比如说我们就最近刚刚录制的这个河南的，我们录完以后这个第二次进棚又重新把个别字，那你比如说河南在学校学校他念学，你要咱两个在学校，他就少了味儿了，就不是那个咱两个在学校，他字儿就对了，因为他的这个音乐是因为他的语言而产生而那什么的，所以你要是完全说我不行，我要保持，我就是要按照纯的普通话来讲的话，就影响了他整个的这个音乐的风格了。所以我们本身在这十年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不是不变的，嗯，我们自己也是在摸索的，一点一点从原汁原味完全不变，哎，要个别的什么，到后来现在尊重他有些很多，但是我们最终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做成是一个，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一定是要把这些好的东西继承，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传承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创新。所以我们俩从开始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到包括我们选曲目啊，包括我们给所有的编曲人讲，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想法，你一定要不要被完全过去的他们那个模式被他框住，你一定要想办法有你自己。就是我们，我总在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
要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民歌的记忆。这我就理解了这个创新是什么了哈。而且你刚才那句话我觉得说的让所有的人都一下子茅塞顿开，郭兰英老师、王昆老师他们那代人是他们的那代人对中国民歌的解读，对咱们这代人是咱们这代人，也许到了90后、00后，他们又会有他们的解读。没错，就是这样发展的。你说的非常对。对，其实这个继承和发展其实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这个规律。对于民歌也是如此，是吧？我们民歌唱到今天了，我们过去常说老歌新唱这是不行的。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老民歌一般就是四句词，那么我们把它唱两遍，最后翻一个高音，我们民歌这样唱下去怎么能走向世界？所以严老师他自己就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他就常说，你看意大利那波里民歌经过几代歌唱家的努力，尤其是经过帕瓦罗蒂、多明戈他们这些歌唱家的努力，把那波里民歌唱到全世界。那么我们中国民歌有着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民歌，怎么不能就创到世界去呢？所以他今天做的，他有他的梦想，我觉得这是严老师的一个梦想，一个大的一个理想，一个梦想。他在一步一步的走。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和他一起在一起，还绑在一起前行。那么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想起鲁迅先生有一句话，他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我用来写作了。我想这个严老师就是这样，我这十几年看他是把别人休闲娱乐的时间都用来做准备来录制民歌，因为他这个之前的做的功课时间很长，所以严老师特别努力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到现在，因为艺术它本身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但我们就是争取把它留到最小最小，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就是已经很像。但我觉得你们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还有一个做法，让我挺敬佩的。就是你看一部音乐作品啊，它从刚开始选择歌曲到编曲，然后做伴奏，然后去棚里录，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系列的这么一个比较系列的这么一个工程。当做出来之后，除了你要投入精力成本、时间成本，还要真正的投入经济成本。但我发现你们这个系列的作品好像每一部都附赠两首伴奏带。开始是全部。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实际上说实话，我们这个就是这行里很多人会把这个那伴奏都藏起来了，对，绝不会给别人，因为毕竟是自己花钱啊，请人去录制。你刚才讲那一套程序，那的确也是自己私有的东西，这个没有什么好说。对呀、但是我想，你严文文做这个民歌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就是想让民歌能够得到传承吗？它不是你私有财产，你也是传接下来的，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大大方方拿出来？让更多的人去演唱，就真正的起到了这个传承推广对我们优秀传统民歌的这样一个作用。说了这么多了啊，真的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合作了11年，有一个问题其实特想替观众问一下。你刚才其实也已经都涉及到了，说一天天年龄大了，谁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吧？慢慢我们都真的不再年轻了，我们都步入中年，再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当进入老年，是吧？有没有想过你面对未来你自己的打算？这个我现在已经开始跟他们讲了，我说我把我的民歌系列搞完还有3年我可以退休了，但是前提是如果部队你还有其他重大的活动需要我一定义不容辞。对，这是前提，就是我退休手续可能办了，对，但是呢部队需要我回来再在舞台上去演唱的时候，如果需要我，对，我一定还会回来。会这个挺好的啊，这个年轻人把位置腾了，然后呢部队真的如果需要我，是我还依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战斗。对，
那问问您，对你们这个民歌系列有什么样的愿景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13个省份了，也将近了，快到中国省份地区快到一半了。我想我们再经过继续几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归是要按计划我把它完成，作为结集成册，将来统一再出一下，这个就完成了。这个就是最后出一个全的啊，全集。对，好，说了这么多了啊，我觉得这个民歌系列呀、啊，无论如何，它是需要有人坚持努力的去做的，因为它一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也许这个意义今天还看不出来太明显，10年、20年，甚至于更长一些的时候，就会彰显出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也祝愿你们这个事儿能够越做越好，能够真正的很圆满的完成它。谢谢谢谢。对，那这一段如果要圆满的话，是不是大家要听一段民歌才能圆满？是吧？咱两个在学校话不谈，我难忘你教我看冬翠蕊，你记得我教你看柳湖岸，冬翠蕊为粉身碎骨，柳湖岸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南北的来，我红北川，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边，咱两个抱定了共同之愿，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说过当教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枪匪坚守江家前，你说的话你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烈士别离散有什么快，怕什么怕，你要远走你就走，我谢谢谢谢，那王坦，哎，谢谢您啊，哎，谢谢您来，谢谢为我们，谢谢，对，哎，为我们介绍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一个音乐系列，哎，我们期待着，哎，再次感谢您，谢谢，谢谢，有请。我们接着聊，一上来呢，我们聊了电影，啊，我们聊了他的新身份，聊了歌唱，聊了部队，聊了他心中的音乐梦想，还有一样没聊呢，我觉得这样是特别重要，就是人们都说阎维文是个好男人，出道这么多年了。刚才就说连点绯闻都没有，而且呢是个好丈夫，30年如一日，
对自己的太太那么好。反正我亲眼所见啊，我是个见证者啊，我们到哪儿去，因为我们经常会一块儿出去啊什么的，他总是带着太太。我就特别想知道哈，三十年如一日，这爱情保鲜的秘诀是什么呀？没有什么秘诀吧，其实大家都一样。那么你要问我，我想应该是，首先是互相欣赏对方，那么还有就是包容，最后就是两个字儿，忍让。说到忍让啊，其实你看他是一个非常有礼有节的人，但同时阎维文呢是一个暴脾气啊，这一点我是有事例可以佐证的。你问问他的发小，没跟他打过架的几乎没有，是吧？那当地也是打架出了名的，因为脾气暴嘛，三两句话说不清楚就动手了。不是，就你这暴脾气，你有时候我就想，你会不会把那种工作上的情绪也带回家去？哦，开始会，开始会，因为你毕竟你在外边嘛，你的这种各种压力啊，尤其是当你出了名以后，你就不能像刚才你说的了。其实很多把自己很多东西就慢慢的，我觉得开始不是修养，开始是忍着，是一种藏着掖着，压着自己。对啊，那么时间长了，慢慢其实也就形成了让自己啊讲好听一点，而觉得自己哦慢慢有点点修养了。所以开始肯定是会把自己很多在外边的不顺啊，外边的这种压力啊，回到带到家里，因为觉得回到家里自己可以完全放松了，是真实的我，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我想发火就发火，我想骂人就骂人了，我用得着藏着吧？对呀、啊，用得着藏着吧？但是再到后来，我就觉得不应该，因为你不应该把你工作中的东西和你在外面的一些情绪带到自己家来。回到家里应该永远是开心的，永远是快乐的，因为家人是永远让你开心快乐。这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一波两波三波这样有这么一个过程。对，就像你说的这个过程呢，虽然是这么过来了，但是老话说得好啊，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对，对吧？在家里头，如果你们两口子发生矛盾了，比如说吵架了，一般是谁先低头啊？我俩从来不吵架。没吵过架，这不骗你，我们会生气，我们会为一个事情那什么，但是从来没有顶过嘴，从来不顶，就是生气了大家就不说话。我们俩生气就是不说话，谁也不理谁，啊，最长时间可以一个星期，啊，冷暴力啊。对，不，那不他也不理我，不是我不理他，谁也不理谁啊，做好饭往那一放，俩人吃完以后你干嘛，你谁也不理谁，可以这样。那怎么化解呢？最终还得有一个人低头吧。最终肯定是我低头，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后来慢慢也就我就讲啊，是呀，在外边你给我面子，你把面子给足了我，对吧？在外面我一切都是我说了算，那就这样了。好，回到家里你说了算啊，就是所以这样一分工吧，倒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所以我现在包括把这一套东西呢，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我都传授给我的女儿女婿。我听说你经常给他们上课啊，夫妻之道。没有，不是给人上课，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时代不一样了，他们的整个要求整个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东西因为是自己的经验嘛，会告诉他，尤其我会更多的会告诉我女儿啊，我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也站在一个做丈夫的这种有这种亲身经历的，我会告诉他，包括我其实我觉得说的最多的，我就告诉他，我在外边一定要给你男人面子，一定要不要在朋友面前，不要在什么觉得自己很强势，觉得自己怎么样，或者一定要在别人面前要论一个长短，我是夫妻之间其实没有理可讲的，没有理可讲。那回到家里，有些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对吧？对于这个事情，你是这样看，我是这样看。回到家里，然后他该认错认错，或者你该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其实男人呢，真的，男人其实都很
表面看来，其实男人真的是很胸怀很宽广，其实男人有的时候心是很小很小的。对，有些时候不如女人。对，真的是，真的。嗯，尤其是那个韧劲儿，有时候不如女人。啊，你看女人她外表很柔弱，其实内心很刚强。男人你看外表都挺牛的，其实内心很脆弱。啊，说咱俩的是吧？对。那你真的家里，你比如说女儿跟女婿吵架了啊，年轻人嘛，肯定有时候也免不了要吵吵闹闹的，你会向着谁？我一定向着女婿。聪明的老丈人呐，一定向。所以有时候经常要说急了，我女儿爸你是我亲爸还是后爸？他会问我，我说那当然肯定是，我说老爸一定是会把我的一些很多东西告诉你，我如实的告诉你。嗯，对啊，其实向着女婿也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更加和睦。对，啊，是，小日子过得更好。对，其实还有一件事儿啊，我感触挺深的，就是你嫁女儿的时候，把女儿的手交给另外一个男人。我很少见到袁文文同志哭，那天好像哭了。很少看到他在，就是这种宴会的场合啊。大家吃饭的这样的场合唱歌，那天阎维文唱，结果把女儿唱的也稀里哗啦的。哎，你那天为什么要唱那首歌？你是要告诉他们什么吗？用歌声。其实我觉得那天在那个场合说什么话都已经多余了。嗯，我记得当时我在台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唱了一辈子歌了，我说今天我为女儿女婿唱一首歌。我为什么在那个场合唱这首歌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歌写得很好，它其实告诉了人们很多，用最最最最简单的这些词告诉了夫妻间应该怎样相处，夫妻间是一个什么样。嗯，就刚才其实你也问到我这个说爱情的这个什么，其实我说它是一定会转换的，啊，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刚刚结婚的时候，那种爱情啊，轰轰烈烈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随着以后的日子，我觉得其实人的这种情感在转变，啊，更多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更多的时候，那种爱情越来越少了，多的是亲情，亲情，真的是亲情，你已经把它作为一种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东西了。尤其是当两个人结合以后有了孩子啊，所以我就说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亲情在里面。所以那天唱给孩子这首歌呢，也是希望就是说啊，用这首歌来告诉他你们结婚以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相处。我觉得那个歌真的拿话筒我给你们唱两句。天大的事儿，正好老爷一叫，什么都放下，什么事儿，什么事情，最后想要表达出来的时候，最高的这种感觉，我想还是用音乐，唱给和我有同感的人，浓浓的真情啊。歌向天伦，歌悲泣，歌悲泣。40年从艺生涯，他经历了怎样的奋斗岁月？一个星期，没敢张嘴。你的歌唱水平就应该是走后门来的。11载民歌情缘，是什么让他坚守那份信念？要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民歌的记忆。节目现场，阎维文畅谈家庭趣事，分享他的家庭经营之道。我是夫妻之间其实没有离合讲，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亲情。更多独家内容，精彩继续。拿话筒我给你们唱两句。一夜有情，我也有情，人世间最莫过携手夫妻情，说的是家里话，到底是恩爱情，在风中在雨中磕磕绊绊过一生。天也有情，
情，天地间最莫过携手夫妻情，想的是苦中乐，求的是事业成，富也好贫也好，患难与共同路行。夫妻情啊不了情，想好好的推广一下，浓浓的真情啊，好，好。不光这首歌好听，他有了外孙、外孙女之后，有一首歌，啊，那首歌也是发自内心的，叫《隔辈儿亲》。先说说这歌是怎么来的吧。一定是你找人写的吧？对，就是外孙女出生以后，就是对她那份情感，就因为我们是干这个的，就是什么事情最后想要表达出来之后，就最高的这种感觉，我想还是用音乐，还是用歌声。后来就创作了这首歌，同样也是这样的歌呢，因为后来我把它录完以后，我在那个歌的那个盘上呢。专门打了一行字，怎么写的？唱给和我有同感的人。就是说后来跟别人好朋友在一块儿，人家说呀，我当爷，我说等等，我上车拿一个给你。没有当爷爷，没有当老爷，我觉得没有这种感受。我说了，我到现在都没拿到嘛。真的是这样，因为很多啊，一定是他是真的是有感觉的。他听的，你要没有这种的人，他觉得有的什么亲亲你的小脚丫，问问你的小脑门，就觉得是这。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个隔辈儿啊，那个老人对孩子那个真实的那种情感。哎，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么年轻就当老爷的感受？其实呢，这也是有个过程啊。在你没有做，就是有隔代的时候呢，永远不会理解。我跟很多朋友都讲过这一段，我说当我外孙女儿。啊，在那天在医院里协和医院出生，我在门口，在那个手术室外面，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第一眼看完以后，我一下明白了很多东西。真的，人是不经历什么，你肯定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回去以后冲着我老母亲，真的正正规规的鞠了一个躬，我对不起了老太太。我妈说：“哎，儿子怎么了？”哎呀，我说我过去经常说你。因为我妈妈呢特别喜欢她那个孙女儿，就是我哥的孩子老大，特别喜欢，特别疼爱，就是几天不见就特别想。后来我经常跟我妈说，而她一跟我说，我经常就叫错名字。后来我说妈呀，你真是了，我说说良心话，你的儿子应该是算很孝顺的了。我说你怎么，我说你用不着啊，你跟你孙女儿那么亲，我说你儿子对你这么好，你老是一提什么就是孙女儿孙女儿孙女儿。但是那天当我第一眼看到了外孙女以后，我一下就理解了那种隔辈儿亲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所以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了，回去给老太太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后来我跟很多人讲，我说真是，就这个时候你不承认你自己年龄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当你有了第三代的时候，你每天看着他的变化。就因为当自己的孩子女儿的时候呢，说实话，我们真的尽到，包括你我都一样。当然我比你大很多了，就是你的，就是说，我们在他出生，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正是我们事业自己要努力，你想要拼的时候，所以没有对孩子有更多的这种
那种关爱关啊，那种关注。我经常跟你讲，我看到连现在后来这些年轻的父母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然后去学习，让说，哎呀，说我太惭愧了，就觉得自己的女儿什么都没有，都是全部靠自己。你去考上幼儿园，你去上小学，你去考北大附中，全部自己，我们一点都没有管。包括留学去吧，出去吧，完了，就真的是觉得，要作为一个父亲来讲，说实话啊，你也给了他许许多多别的家长没有给予的东西，我承认，但是你确确实实是缺失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今天反过来呢，可能就是当你看到第三代的时候，其实有意无意识的你是把这个一定是这样，你是把过去对女儿那种亏欠呢，用这种形式再回报了，还给了他的孩子，还给他的孩子了，无怨无悔。嗯，就是过去我说了，我要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轴的人。嗯，我要在超哥，否则我们家人都知道，没有人来打扰我的，因为他说的时候要抄错了，不高兴了，发脾气了。就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别人不能打扰我的。现在你天大的事儿，正好老爷一叫，什么都放下，什么事儿？一定是，就是我觉得他其实一个人呢，可以从任何一件事情里头吸取很多好的东西。就是外孙女儿的出生和在你身边那种成长，也教会了你很多东西。你可以放下很多东西，过去你根本不敢想而不敢放的东西，因为有他了，你就不是谁教你的，你自然而然你可以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得很淡，你可以放下来。哎，你别看这么个小家伙，他也教了你很多东西。就等于说，你虽然是他的这个老爷，但是呢，你在这个外孙身上，隔着一代的身上，也在让自己又一次的成长。对，啊，能不能具体点说？你比如说，你在他身上会学到什么呢？这个孩子，他让你，他其实是让你把你很多东西能够放下来了。我觉得这一点我很感谢这两个小孩。哎，你跟我说实话哈、啊、嗯，你更喜欢那个外孙女儿还是外孙子？那一定是外孙女儿。外孙女儿，因为她是第一个，她是老大。哦，跟她接触的时间长一点。我还以为你会说喜欢外孙子呢、外孙，因为你自己是女儿嘛。嗯，可能看到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会更加的弥补你内心的那个缺憾。那倒没有，男孩子他说实话比姐姐长得也漂亮，也更可爱，但是我还是因为是第一个，那完全是用心投入的、这个、从第一天开始看他、啊、就真的是这四年应该说是就一天一天一天看他的变化，看他的成长。我听说这四年除了你不在北京，只要在家起来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去过去看看外孙女，完了以后抱起来亲一下他，该干嘛就干嘛去了，要不然这一天民歌都没法录啊。我当时很感动，我有一年在演出、啊、在哪儿演出，当时他还小，还才一岁吧，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倒飞机要从忘了从哪儿要经过北京，中途北京机场待两个半小时，你要再回去再来路上堵车什么的，哎呀，就想着这下了车这是两个半小时怎么待啊，也还挺真是郁闷。我一下了飞机，然后手机就响了，我接电话，啊，我女儿说那个，哟，你回来了哈，你在那个几号几号口出，我们在那儿等你呢。哎，我说你怎么来了啊？她说我过来看看你吧。我还没往那儿想呢，因为当时孩子很小，然后我就奔着那个十号口几号口出来以后，女儿女婿抱着孩子，推着车，推着孩子。赶快找了个餐厅，不是为了吃饭呢，在餐厅人少啊，就抱着孩子抱了俩小时，就那个兴奋呢、啊，那个幸福啊，一下把你那个那天要坐飞机的那个疲劳啊，那个什么全部忘掉。什么转机的这个时间呀、啊，什么就怕这个时间太短了。对，真的是，哎呀，最后到点了，他们把孩子弄走，满足啊，特别的满足。女儿也懂事啊，就知道他爹好这个呀。大家想不想看看他们？
家里那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想看看是吧？来，我们有一个短片，来一起看看。为什么画在墙壁？妈咪，我是上野淘气，只恐他的妆不见之力。Baby， 饭饭要放进嘴里。妈咪，是手也要吃东西，要不然小手也会。说这孙女啊，谁能不爱呀、啊？隔辈儿亲呐、啊，我也知道，现在心其实已经不在这儿了，早被那个小嘉欣带走了，啊，飞回家去了都。这样吧，还是把这首《隔辈亲》唱给大家，好不好？爱在根，都说隔辈亲，隔辈亲在心，都说隔辈爱，隔辈爱在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摸摸你的小脸蛋，看看你的小眼神，亲亲你的小脚丫，闻闻你的小脑门。我幸福，轻轻和温馨。都说隔辈亲，血脉一家人。都说隔辈爱，来相偏门。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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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笑脸多可爱，你的哭声也动人，你的动作太顽皮，你在梦里也不安分。天天长大，一天天长大。哎，抱亲呀，小宝贝，乐享天伦隔辈亲，隔辈亲，隔辈亲。隔辈亲，隔辈亲。